我哋陣間。哇！要介紹下嘅有特色嘅呢、這個。係啦，我哋嚟到呢間咧叫咩啊 ？Honey Pot 嘅商店，咁咧就專係賣啲蜜糖用品啦。咁呢個人咧，佢買咗好多 Honey 嘢嘅啦，已經。未俾錢，未俾錢聲稱話買。不過咧，喺買之前我哋見到有雪糕食，咁就梗係雪糕加蜜糖啦。第一次，咁我真係唔知咩味啦。好味，我揀咗個 vanilla 同埋個 blueberry。好，你啦，大家領乜嘢先？先，領根儀式，可以落根儀式啦。領咗未啊？領啦，好揾做啲嘢嘅。blueberry， 呢拿就打十啊，得我先。好味。好了，現在我們吃吃黑雪糕，剛才突然咬到很大魚的聲音，你看看那邊是不是彩虹，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，我其實漂亮，好大條，好闊，你看看這個，越來越遠了，現在那裡是山邊，好遠了，現在我希望拍到了，我希望大家看到這條彩虹，我看到了今天真的 lucky day， 第二次看到彩虹，其实呢是揸车经过看到这里有个码头，觉得很漂亮，所以停下来。这个是 Franklin Marina。哦，真係一身清晒喎，睇下頭髮。戴住個超就睇得清楚啲。光啲，怪。好啦，我哋嚟到咧中途停車嘅啫，其實，但係咧我哋見到好大隻字寫住，去呢度 ，Apple for sale。究竟有啲咩 Apple Sale 咧？就等我哋嘅大廚 Roy 我哋介紹一下。嚟，呢度咧就冇人 serve 我哋嘅，就純粹自己自助揀蘋果，跟住咧就揼錢落去。咁而家咧就三蚊一袋，全部一袋咧，哇，都幾多喎！好大袋喎，好大個袋啊！一大袋子。咁咧有幾個品種嘅，有個安哥加拿啦，有富士蘋果啦。有個 Jazz 嘅 ，Jazz 咧就細啲，係啦。而家呢個咧就是中 size。有 Champion 嗰人，我哋就即管買袋試試啦，好嗎？我哋買咩 Jazz 啊？喂，但係我覺得最正係嗰個孔雅芝啊，請介紹。邊度 ？If you choose to steal my produce, I hope you chalk， 即係啃親嚟啃死你啊！我係好想試下啃親喎，不如我入。過半落去，咁咪扣一半咯。扣唔死，咁我哋買個 Jazz 好啊，定咩好啊？加油加啦！加油加啦！哇，嗱呢個咧細細個啦，全部。咁咧呢條河咧，就係
係姜味，因為有單寧嘅成分，所以啲河水咧啡啡地色。即係咩叫單寧咧？就係、是、洋紅酒嗰啲咧，烘烘地嗰啲味咧，我覺得真係好 feel 喎！睇下嗰度，要玩嘅。我哋而家咧喺呢個嘅森林入邊，準備去個 air walk。但之前看到一棵很大的树，你看到在上面没有顶的，超高啊。还有呢，看看落底，今次是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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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有个 Air 啊，暂时都不是看 Air， 不是看 Air， 停间先话俾你知有几多。头先大家见到不是看 Air 系咪？你过来啊，阿贵，过来，我隔篱，我哋俾大家睇下呢度。哇！过来啊，我哋表演一下有几 air 啊！好啊，嗱，咦？但系呢度咬唔得佢，好咬啊！好，准备，一人一边个好啲。阿贵，我先用，入白虎。我预备，一二三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准备咧做一件好低能嘅事。你见到下面咧有一个树杉，树杉上面好多银啊。因为咧同许愿池咧系冇分别嘅，呢人就有意思咧。哇！如果掉个银落去，晾在一个树杈上面咧，愿望就会成真噶啦。银已经准备啦。几钱嚟噶呢个？呢个五啊，系五cent啊，定五咩咧？我就系想问你啊。冇写啊，完全一个五字。五蚊，好贵咯。嗱，你咁顶次底咧？我真系唔知喎，有应该有 sense 噶嘛？我哋有 sense。纸币嚟噶嘛？是咯，五蚊钱啊！呢个真系斗领啊！我估应该。好啦，好啦，摆好个相机先。角度推到啦，徐生，你要掟话喺呢个位。得未得？我摆个相机。徐生衫啊，徐生啊，徐生除紧衫。徐生系徐生嚟嘅。嗱，你要入镜，企前少少。得唔得？系，我就你。嗯。好，我预备。一。shit， 我动唔动？渣嘢啊！搞错啊！晒钱，好在我哋许愿落雨啊，成个礼拜。爹哋先讲翻我哋，先带个转头嚟噶。哎呀，有人喺度，我嘈走佢啊！加速，落去啦！呼，仙境河嘅尽头分叉，山上边有一啲烟霞。喺度好震噶，好晒啊！啊，我哋转转，边边顺时针，一顺时针就系啦。讲完句，真系好卷，哇，真系好啊！真系好爽啊！彩虹啊！頭先咧係個色咧係好深色嘅，咁而家咧都 OK， 咁啊見到一個 doom 咁樣嘅咯，我覺得真係好美好啊！我哋個旅程。好啦，咁咧其實我香港好少見彩虹嘅，嚟到塔斯曼尼今日第三條、第四條添，其實頭先得 boy。係啊，今日就淨係今日。同埋咧係成個圓拱形睇曬啦，同埋好深色、好靚嘅咯。我諗係同呢度天氣有關，啱啱又淋雨又有太陽，又淋雨又有太陽，好正。哦，勁啊勁啊勁啊！
Tasmania 是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旅行地方，那你到这里亲身感受过有什么感想呢？哇，这里的空气实在太清新了你看看我们这条河几咁有型，同埋呢条河咧个河水系啡色嘅，咁我哋依家就会试饮噶啦。咁讲翻我哋喺呢个塔斯曼尼亚啦，我哋今日已经第四日噶啦。咁就呢度全部都风光如画啦，系我哋香港人好少好少可以感受到嘅，无论系风景啦，同个空气啦，咁啊仲有呢度啲嘢又好好食啦。咁我哋今晚咧又会继续煮我哋嘅海鲜餐噶啦。好，今晚见。塔斯曼尼亞的感想啊，很自然啦，冇人工噶啦，同埋好天然，很多動物咯，好舒服咯，就係咁啦。塔斯曼尼亞人口好少，羊仲多過人，同埋咧呢度而家兩點幾就好似日落咁，嗰時間覺得好快，就係咁啦。Emra。塔斯曼尼亞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，在香港其實望向周圍都是高樓大廈，但在這裡看到高一點的大廈都沒有，樹就大把了。我很開心來到這裡，有自己的朋友啦，一起分享這裡這麼好吃的東西啦，還有這麼美好的環境，就是 Good luck！ 一杯！可以入賣你，一杯！可以入賣你，耶！可以嘈爆呢條工程。